张，一会儿把咱们这些日本人全给我调过来，全坐店里，我让这帮日本人服务我一个中国人。我看着老头是给我请中间，给他们请后面。我跟你说啊，我一般不想走这种题材，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敏感。你们一直艾特我，让亮哥去，亮哥也去了，就此为止啊，不去了，好吧？已经把牌子撤下来了，人家也已经表态了。大家好，我是大树哈、啊，由头六四分啊，不是是六分啊，这个家伙很火，只要他爆火的视频，就一定伴随着日本人禁止让人入内吃饭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呢，这兄弟这次的爆火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这时的由头呢，以中韩给日本带来多少游客为由向警察说教。他举这个例子呢，并不是强调说有多少游客会来到这家店看到这个内容，而是说中韩旅游业给日本带来多少钱。如果我把这种事情上升到外交事件，你们就赚不到钱了。这个呢，就是红社会的常见思维，这个呢，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言论。所以警察毫不给面子的说，请你离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油头哥的身上啊，有那种日本道上混的那种感觉，是吧？他整个人的这种言谈举止呢，都已经融入了日本帮派文化这种感觉。你们就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为什么去人家的土地上老融入别人的文化，用别人的语言啊？但是墙内那群红鬼子，哎，对你们大打出手的时候，你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下啊！有屁不放，憋坏心脏啊！咱们终于找到心坏的源头了。所以说呢，这帮人啊，他发现了民主的 bug 之后呢，他就天天的钻人家的这种空子，去举报这个，举报那个啊。这个搞到外面世界大乱。你知道啊，这个歧视精神啊，当然是不对的，你正义挺深呢也无可厚非。可是呢，你吊打日本老板啊，专以这种歧视终结者的内容为主题，那你的主题到底是想宣扬什么呢？后来呢，由头抓了个疑似贴歧视精神海报的这种日本青年，对方呢都喊受伤了，但是由头还是不放，最后呢又是报警解决了这个事情。当时你被这个日本警察啊，这样区别对待的时候，你为什么你不敢反抗？然后你碰到一个日本的小青年啊，你就大打出手。所以说，这种人，如果你要把这种警察的制服穿给他身上，他一样会这种区别对待不同的人。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快的解决啊，大使馆太给力了，也是感谢所有人共同的跟进和努力啊。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中国人不惹事，但是中国人绝对不会怕事。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了啊，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儿啊。啊，那我这下可看明白了，你想宣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吧？那我想问问啊，我们的墙内啊是有道防火墙的啊，大家要想翻出去啊，这属于违法，对不对？但是人海外人啊，在你这堵墙内啊进出自由，这个是事实，对吧？那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日本人啊看不到抖音那群天天碰瓷日本的这些小粉红他们的这些言行，你是觉得他们看不到，对吗？日本的言行我们国人能看到，我们的言行别人也能看到，所以有因必有果啊。如果今天日本人就单纯的对这个国人啊玩这种歧视精神，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大家，日本人最先看不惯这种行为，因为海外他没有这种仇恨教育。而现在这帮小粉红又摇身一变啊，变成了正义的海外红卫兵。海外警察，你去破坏人家的制度和社会，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很快就会被燃起来。你说你红卫兵，你得理不饶人啊，没理呢你就强词夺理，你不见得就比那张贴海报的人高尚到哪里去，对不对？再有呢，我一直就不好意思说这堵墙，人海外人进进出出的啊，国人翻出去就犯法，本质上在墙内大家都是下等公民，那咱说说这堵墙到底是不是对国人的这种区别对待呢？所以呢，一旦这群人他有了流量，有了特权，能出去了，他就跟那大白是一样的，他觉得他从奴隶翻身到奴隶主了啊，他觉得他了不起了。因为他们的这种情绪就是来源于红鬼子对他们灵魂的践踏与洗脑改造。大家都有听这哥们说啊，100年如何如何，对不对？那如果中国要是100年前，你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装孙子了？因为你觉得你翅膀不硬吗？你站不起来吗？可是这个根本它就不关乎100年前还是100年后的事情。可是现在这群人去了海外啊，人家给他膝盖啊植了的这种权利，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乌龟王九蛋啊！你怎么不学习学习人家忍者神龟？那才是乌龟中的英雄，是吧？都是变异，差距咋这么的大呢？
我们现在去找老板关切一下。现在7:30啊，这家店没开门啊，听说是停业整顿了。口才有点有难受呢。我们就在旁边2分钟，来这么多个警察，看来这件事情也是引起了日本警方的高度重视吧。东京的谎言听说是非常的给力，每天都在举报这家店啊，大家一起加油。这哥们儿呢，过去一会儿后啊，人警察就来了。为什么啊？因为在这段期间，很多爱国小粉红呢发现了流量密码，于是呢天天就找这个老板对质啊，3天2头就打电话给报警。那你想想，这个日本老板他能不气愤吗？因此呢，这个警察啊他也就开始蹲点了，怕这群人再继续升级成打砸抢。而且你看看啊，他们的这种穿着打扮都已经是日本化了啊，所以说你外表再怎么变来变去啊，你骨子里的那种变异的红鬼子那套东西它还在。真正的崇洋媚外呢，从来都是这群人。而且啊，咱们看啊，日本警察真的是温顺多了啊。这哥们儿要是在美国，他敢和警察这么凶吗？在墙内面对魔警啊，他嘴巴他都得打结啊，这不就是狗仗人势欺善怕恶吗？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叫做日本亮哥的人啊，也去了这家店啊。这个人呢，他经常炫富啊，把日本人说的简直就是一文不值。下期呢，咱们来吐槽这位兄弟啊。不过呢，在这哥们儿的认知中呢，有钱就是爷啊，他动不动呢就拿钱去消费日本人。这样，一会儿把咱们这些日本人全给我调过来，全坐店里，我让这帮日本人服务我一个中国人。我看着老头是给我请过去，还是给他们请过去？哎，这不就那老头吗？这不就那老头吗？我跟你说啊，我一般不想走这种题材，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敏感。但是啊，我今天一睁眼，我看了一下，人入店不可中，哎，这有点太夸张了吧？你说你人均消费多少钱？你人均消费都1000日币到1090日币。说句心里话，就这种店，亮哥平常都不关注的。我只吃米其林，他不是1000到2000吗？啊，小1亿日币，我让他这辈子都给我炒饭，连门都不敢开了。看见没，咱这俩车一到，连门都不敢开了。你要真想给钱，你就告诉老板，老板我带了1亿日元啊，我来支持你的店，对不对？你要告诉人家，你不告诉人家，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过来送钱呢？不是整个的日本人都是这样，他们这种人只是小众，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没有那种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在日本一定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国人，我们活着一定要比这些日本人好，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该做的、能做的、能表现的表现给世界人看。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每个海外国人该做的，以及我们应该去领悟到的真理。亮哥一来，他连门都不敢开了。我给你送钱来了呀！对对对，算了，我没开门，明天吧。明天，我跟你说啊，以后咱每天睁眼一站就这儿。我不信呢，他像吗？算了，就算了，好气。那我听了他自己的这些故事啊，就是说他从小这个家庭呢就是比较富裕的啊，他从小这个生活经历就是玩啊，所以说连去日本他都在玩啊。他玩的东西呢跟咱们玩的东西不一样啊，他去了日本以后，他搞的是什么？叫做高端娱乐。他把中式的天上人间开到了日本。所以啊，你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小伙他从小接触的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能对他未来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啊，甚至想做一个行业都是要搞这种黑色产业链。那反过来说呢，这哥们儿的圈子啊，那可以说是上到高官啊，再到商人，下到黑道啊，是个社会人啊。但是这样的人在抖音他有80多万粉丝，这是不是以丑为美啊？他把地下的东西拉到了台面上，合法化了啊，而且被曝光了，这些东西在平台有意的被放大。正因为呢由头啊这几个网红这么一闹啊，所以老板呢也忍不住了啊，他把当初的这种歧视精神的图片直接换成了极具杀伤力的图片啊，剧情开始出现反转。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不要去谈了。因为确实呢，亮哥也是到店门口就说人不在吧，或者说人可能在里面，我找别人去理论，当然人家也没出来。我们一直艾特我，让亮哥去，亮哥也去了，就此为止啊，不去了，好吧？人家也已经把牌子撤下来了，人家也已经表态了，对吧？还是要海外华人啊，海外华人努力做自己，自己是面镜子，自己心里阳光照耀着，永远是自己美好的人生路。
现在油头大哥和这群爱国红卫兵也不敢再去了啊。那我相信呢，以后的地球人啊都会效仿这样的做法。所以说，如果你在海外，你再被小粉红骚扰，请记得带上席维尼、光复香港、白纸革命、八九六四、秦刚去哪了这些护身符。这些护身符因为涉及中国形象版权啊，所以必然会在中国网络里被下架。这是反击小粉红最最有力的武器。好了，我是大树，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我们下个视频见。